没有办法转多少，你就看他把它转了，转了，转了，对，而且体内有一个，所以你们在这里，他还在读到，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啊，觉得这是雷达吗？对。那现在船的位置在哪里？船的位置在中间。就是中间的。那这些就是航波体。航波体。这个是那条桥。啊，所以它现在是要这样子进去，还是这样子进去？这样子。应该是这样子。这里是你的船头方向。哦，现在船头方向。有车跟十三辆，对，就是那个时间。